This is the first in our six-part series, which we are calling Minifest. Festival of the study of the Min varieties of Chinese. It's being organized by Dr. Zhang Shuya. So I'm very grateful to her for all of her hard work. And our first speaker today is Professor Yang Wanglong, who I had the pleasure of meeting all too briefly in Xiamen in this wonderful trip that I took. But I'm very grateful to him for giving us this first talk in the series. And maybe then, I don't know, maybe I'll just turn it over to have everything done properly. Now I turn it over to Shuya, and she can say just a few words before you start your presentation. Okay, so I will just briefly present Dr. Yang Wanglong in Chinese, since this session is in Chinese. 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就是杨老师，首先是非常感谢杨老师能答应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这个活动目前呢是有六场，然后呢我们也是希望尽量涵盖更可能多的一些主题，包括这个语法化啦，还有构拟啦，甚至还有一些就是研究谜语一些材料和文献方面的这个主题。那杨老师呢这个主题其实是我们把它归到这个语法化的大类里面。杨老师是海南琼海人，然后呢他是浙江大学毕业的这个博士，也在那里做了博士后，现在呢是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助理教授，也是硕士生导师，研究的领域主要还是集中在历史语言学、语言接触和类型学，就是这一方面。那之前也听杨老师说了，他其实也在关注除了海南闽语，他也在关注海南岛其他的这个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一些接触的现象以及一些语法相关的语法演变。那就是说杨老师就是其实算青年学者，那这个成果也是非常的丰富，也已经在像方言啦、语言科学、论丛还有 Studies in Language 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期刊上发表过就是十余篇的文章，也是国家社科基金，就是一项是社科基金的这个主持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就交给这个杨老师，然后那就有请杨老师来分享他的这个精彩讲座。好，谢谢张老师和内藤老师。由于个人语言能力比较有限，所以今天我还是用中文发言，我尽可能语速稍微慢一点把事情把这个问题给说清楚。今天我看到来参会的这个学者里头有蛮多这个熟悉的面孔的，包括郭碧芝老师啊、许冰冰老师，还有这个瑞青老师，这个我们之前都有过接触。那么今天就是请大家尽量批评，不要客气，文章也还比较粗略。我尽可能把我自己的观点陈述清楚，下面我就共享屏幕。好，看得见没有问题吧，张老师？很好，很清楚。好 ，OK， 首先呢，还是很感谢这个杜柏林学院的这个三一体亚洲研究中心给我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展示一下我前两年所做的一个调查。那么我今天想给大家汇报的是沿海闽语强化类方位词重叠的共性特征。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报告的内容，我给它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前人的研究背景。第二部分就是讨论这个方位词重叠它的内部的这个基式，这个词项在这个类别上表现出来的共性特征。那么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介绍我们的这个调查框架。第二部分就是归纳这些基式的词项到底有哪些共性。第三部分就是解释我所发现的两条蕴含共性。好，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从这个重叠式的外部去看它进入到句子里头受到的这个句法语义限制，那么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共性，然后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然后再对这个表现进行解释，主要是在这个定止性限制方面。那么第四部分是结论。那么首先我们说这个引言，我们都知道普通话里头表示周边类的这个方位词重叠只有这个 AABB 比如我们在这个语料库里头和前人研究当中发现的就有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内内外外、左左右右还有后面这两个南南北北、东东西西其中这最后两个是比较特殊的
根据这个楚哲祥老师和古杨的研究呢，主要是出现在一些文学色彩比较浓的这种作品当中才会出现，一般口语当中很少说，甚至是不说这个南南北北、东东西西，这个是普通话的情况。那么相比之下，我们回头再去看一些汉语方言的报道，我们就会发现方位词重叠其实并不罕见。我们这个汉语学界通常所区分的十大类方言，官话、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闽语、客家话、粤语，还有某些归属不明的土话和平话呢，这些方言当中都是存在这个方位词重叠的。那么有兴趣的老师同学可以再参考这个付新琴老师的一个综述。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闽语呢，它是有两类方位词重叠，我给它分成了两类。一类呢是和普通话一样的这个 AABB，同样也是表示这个方位的周边比如这个福州话里头的这个 EA 我福州话我不会念只用这个汉语念字了今年明春节一里里外外都是新的，那它的意思就是今年春节里里外外的衣服都是新的这个是表示方位的。那么第二个表示周边的呢是时间上的周边就引申到时间上EB 我将前前后后其经过都供先生讲一头，我把前前后后的经过都跟老师说了一遍。还有一类就是在引申出表示指人的周边就是这个 EC 上上下下都讲一这只人真好，上上下下就相当于周边的人身边的人都说他这个人很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这个强化类的方位词。什么叫强化类的方位词呢？就是在这个文献当中，现有的这些报道当中，往往会提到闽语有一类方位词重叠，它会表示方位的增强、强化或者方位加深有些学者又归纳为方位的极端、极处等等。那么我们不区分这个强化、加深和极端、极处，我们统一的把这一类语义的这类重叠意义的方位词呢，我们把它叫做强化类方位词。为什么要把它合在一块？那下面我会说这个理由。那么我们再看例子，在这个厦门话当中就有这种强化类的方位词，比如这个头头，一排柱头头它的意思就是相当于它排在最前头的地方这个是周长吉老师的这个注释，用了一个表示极性的这个程度副词类似的还有底底表示最底层的地方，还有中中。表示正中的地方。好，那么通过梳理前人的一些调查报告和解释的文章呢，我们就会发现，目前已经至少在我找到的材料里头，已经有过报道，有方位词重叠这种现象的闽语方言是有15个方言点包括闽东区的2个，福建区的1个，还有闽南区的12个。那闽南里头是包括了全漳片。潮汕片还有雷州片，那么在此之前呢，没有人调查过我的母语所在的这个海南闽语。那其实呢，海南闽语是有的。那么所以按照学界一般的这个认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从闽东到莆仙到闽南到雷州一直到海南，全部是存在这种方位词重叠现象的。我们说它事实上遍及了整个沿海闽语。那么，在我们所发现的这些闽语方言当中，所有的这种方位词重叠现象呢，它的构成模式就有两类，一类是单音节方位词重叠能够构成的这种重叠一次的 AA，重叠2次的 AAA，3次的 AAAA，还有重叠之后可能会插入一些附加性附缀的这种 AXAA，AXAAA 等等。那么双音节呢，是有 ABAB、AAB 和 ABB。前人研究当中也有一些文献是略微的涉及到了闽语的这些材料，但主要是从更大范围的类型学角度去解释这个方位词重叠的语义演变。那么我看到的比较有影响的主要的两个文献，一个是张敏老师所讨论的这个重叠的认知图示当中提到了方位词重叠这一类。它有这么一个语义的演变过程，就是在某一个微量上表示比较大，然后呢再引申出程度比较高，最后就发展出了方位的极处，有这么一个语义演变过程。
反映了他这个重叠背后的这个类同物复现的认知模式啊，这是张敏老师的一个解释。那另外呢，还有王芳2012年的一篇博士论文里面提到单位词重叠啊，它表示的级数的意义和其他的一些表示典型原型的其他类的词项重叠呢，啊，都是表示程度增强这个语义上衍生出来的。那么我所看到的文献当中所得到的认识，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方面。那么我们为了进一步的去从这些比较零碎的，或者说调查不太全面的这些文献当中找到更深层次的一些共性，所以呢，我由于材料现有的文献报道不足，我就重新做了全面的调查。那么我还是按照前面提到的这个六大片，我把闽南片当中的这个全章、潮汕和雷州啊，先分出来和其他的三片平列。那么每片呢，我就从里头随机挑选了两个方言点，并且这两个方言点呢，我专门找了闽语的这个母语者，或者是专门研究闽语它这个方言点的这个学者来配合支持我的调查。那么这些是上面所列的这些方言点和这个相关的这个学者和或者说是母语者的这个基本信息啊，这个文章之所以能够做成，很大程度上是要感谢这些老师同学的支持和帮助。那么这些方言点呢，闽东是福州和宁德，莆仙就是莆田和仙游，全章片是晋江和陇海，潮汕片是汕头和澄海，那雷州片就是原来的这个县治所在的这个雷州市下面的一个镇叫稷下镇。还有这个，它的东北面的这个穗溪，那海南片呢就选了省会海口和我自己的这个母语琼海。那么我们基于上面这两个方言点的这个材料的分析，就去观察这个重叠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词项有哪些结构特征，以及它重叠成一个重叠式之后，放到句子里头又能够看到哪些句法语义方面的共性。首先，我再进一步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所选的这个方言点的位置啊。我们看到这个左上图是中国原地图集里头截出来的这个闽语的这个全国的主要的分地区图。我们会看到这个画比较大的这个放大出来的这一片就是这个全章片，再加上潮汕片的这个闽语啊。我们所说的宁德是在这里。这个是福州，那么这个是莆田、仙游，接下来这个是晋江，陇海，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澄海、汕头。那么这个雷州半岛放大下来这一片呢，这个季家是在这个位置，这个地图集上没有显示这个镇啊。然后在它的东北边呢是这个穗溪，那海南岛呢，这么放大过来，选了省会海口是在这里。那我的母语方言琼海是在这个海南岛的东边的沿海地区是在这里。那么我们所选的12方点就是这些地方。然后接下来跟大家介绍我的这个调查框架。那么我们要给这个方位词进行调查，因为是类型学方面的调查，所以我们从语义出发，先把我们所要调查的这个方位词的这个方位概念做一个明确的范围。那么我所关注的这个方位概念呢，我主要给它分成了三类。一类是从这个物体的部位出发命名的加这个方括号表示部位不是词项哈，这个主要是调查这个表示顶的底、头、尾、脚、边、面这七个。那么第二个这一类方位词呢，我把它命名为部位方位词。第二类呢是从这个使用方位词这个观察者的视角出发的，也就是我们常见到的最多的这种所谓的相对方位词。那么我关注里头的这么10个，上下、前后、里外、左右、中旁。那么前面的这个8个呢，是可以随着这个观察者的视角进行转移的，我把它叫做相对方位词。那么中和旁呢，可能不是很典型的这种所谓的视角可以转移的。当然，因为你这个描述的角度不一样，中和旁在某种程度上要转换也是可以的，只是说典型性上不如前面8个那么强。那么为了操作的方便呢，我们还是把它也放到这个相对方位词里头，作为一个比较常识性的一般性认识的系列放在一块。那么第三类呢，我把它叫做绝对方位词，
就是从这个太阳东升西落的这个角度去分出来的这个东南西北这四个方位。好了，那么在这个分类框架当中，这个概念的分类框架当中呢，我又把这个部位方位词和相对方位词给它合并成这个非绝对方位词，这是为了这个操作上归纳共性的这个便捷和简洁。当然，我把它归到一块是有理由的，那么主要是有三个理由。调查当中是区分去调查，但是我们在归纳共性的时候是合并为非绝对方位词。第一条理由是，我们会观察到有某一部分的部位方位词，它在使用当中是可以演变为相对方位词的。比如表示上这个概念，那汕头话里头的顶啊，它就表示上，它不用上；那福州话的悬顶就表示上面啊，它也不用上面；还有莆田话的顶像等等啊，这种情况不少。所以呢，它有一个共通性在里头，有这个演变关系。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观察这个双音节的这一类方位词的时候，就会发现表示部位的方位词和相对方位词很多时候句法表现是一致的啊。比如我的这个母语里头，琼海话啊，这个单音节的头啊，这个尾头，双音节的尾头，这个是部位方位词，头是这个方位词的后缀。那么尾头是部位方位词，里头是相对方位词，那它都不是名词了，不能再构成名词了，它都不能直接用在这个数词和量词，这个属酶是表示一个的意思的后面，那么它也是不可以再作为名词，后面再带上其他的这个方位词在后面的，所以在很多地方，它这个部位方位词和相对方位词双音节形式的是一致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不管是单音节的还是双音节的这个部位方位词或相对方位词，它重叠之后，它的句法表现都是一致的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啊。简单的来讲，打一个比方就是顶顶啊，它的这个句法与表现和这个上上，在很多这个调查的这12个点里头，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好，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这个词项定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去做一个调查，我们就看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概念，在我调查的12个方言点当中，到底是用哪些词项？然后这些词项有哪些是可以重叠的？哪些可以重叠？然后重叠之后又可以有哪些重叠模式？那么我们最后呢，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就得到了这么一个表。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个是这一列是片区，然后这个是代表的方言点。那么横行的这一列呢，是非绝对方位词，包含了部位方位词和相对方位词。以及单独列出来的这个绝对方位词，那么这两类语义分出来的方位词下面呢，又有单双音节之分，我们就会看到，凡是有双音节方位词重叠的方言呢，它就必然有单音节方位词重叠。我们来看啊，比如说有这个双音节方位词重叠的，有这里的这个闽东片的两个，还有这个莆仙片的，这个非绝对方位词有，绝对方位词这里也有。还有这个全漳片的，还有这个潮汕片的绝对方位词，还有这个海南片的绝对方位词，这些都是有双音节的重叠的，那么它的单音节也是有的，这个我们可以比过去看，但是反过来，像雷州片这种，它就只有单音节的双位词重叠，它没有这个双音节的重叠，所以我们说这是有一个蕴含共性，凡是双音节方位词能够重叠的方言，它肯定有单音节方位词重叠，反之则否。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绝对方位词和非绝对方位词啊，道理也是一样的观察。比如说这个莆仙片的莆田，它是有这个绝对方位词重叠的，然后这个潮汕片的澄海和汕头也是有绝对方位词重叠的。那么它的这个非绝对方位词这边这两片这几它提到的这三个点呢也是有这个非绝对方位词重叠的，但是反过来就不一定，剩下的其他的这个9个方言点里头呢，它就只有非绝对方位词重叠，比如这个莆仙片的仙游它只有这个非绝对方位词重叠，没有绝对方位词重叠所以说我们又可以得到另外一条蕴含共性，就是绝对方位词重叠，它就蕴含着非绝对方位词重叠反之则否。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调查当中呢，绝对方位词重叠它就只有 AA 和 AAB，所以我的角注里面提到它没有剩余的其他几类的重叠模式，那么表里头就不列出来。好了，我们得到了这两条蕴含共性，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怎么去解释呢？我们用了一个比较常见的解释方案，就是从这个标记理论去解释。
我们说这个构词结构上看，双音节方位词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单音节方位词是相对简单的，因为双音节方位词都是单音节方位词通过添加一些方位词缀啊派生出来的，或者和其他的某一些部位方位词或者实词语素复合构成。所以我们讲双音节方位词是有标记项，单音节方位词是无标记项。所以说，如果作为有标记项的双音节方位词能够重叠的话，那么作为无标记项的单音节方位词也能够重叠啊，这是对第一条蕴含共性的解释。那么绝对方位词和非绝对方位词的重叠呢？道理也是类似的，但是我们可以多几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论述。一个是看这个内部成员，我们讲绝对方位词它单音节的很少啊，它只有东南西北，非绝对方位词就很多。很多方言呢，它可能不说左右，但是剩余的那八个啊，上下、内外、前后，还有这个上下、里外、前后，还有那个什么啊，记不清了，反正至少是有八个前面提到的。那么从数量上讲，那这个非绝对方位词肯定是比绝对方位词多。那么从句法限制上讲，绝对方位词它受到的限制也比较多。比如说这个琼海话的南啊，它是不能附在这个数量名后面的，一枚城啊，就是一座城，单独附在这个名词后面也是不行的啊，只能在很文的这种文本里头，比如说啊什么城南什么地方，城南车站啊，城南派出所啊，哎这种地方才会有，所以我打了个问号。那么非绝对方位词受到的限制就比较少了啊，同样的琼海话里头，它可以自由的加在这个数量名和这个名词后面。那么第三个就是看这个构成模式啊，绝对方位词的构成模式是很少的。前面那个表提到了，它只有 AA 和 AAB 啊，就是类似于只有东东和东东边啊，除此之外啊就没有别的重叠模式了。那么非绝对方位词呢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前面也看到了是有六种啊，在我的调查当中是看到了六种。因此我们讲绝对方位词是属于有标记项，非绝对方位词是属于无标记项，所以同理。如果作为有标记项的绝对方位词能够重叠，那么作为无标记项的非绝对方位词也能够重叠，所以这就做了第一个方面的解释。那第二个方面还可以考虑它这个可能性等级。我们讲还是第一条这个蕴含共性，我们说双音节方位词重叠和单音节方位词重叠这两个构件前键和后键部分之间呢是有一个最小差别对的。双音节和单音节的这种对立，那它的生成过程呢？我们认为双音节的难度比较大，单音节的难度比较小。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单音节方位词它生成的时候，它就是一次性操作，要不重叠一次，要么就直接重叠两次，要么就是直接重叠三次，它是比较简单的，只要重复就好。但是双音节方位词它不一定，它有可能是经历过了一个重叠的阶段，然后再有一个省缩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加了个括号。相比之下，这个在处理这个运行方面，或者说努力程度上，我个人认为这个双音节方位词重叠是比单音节方位词要难度更大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讲如果这种处理难度比较大的就是说重叠可能性比较小的双音节方位词重叠都已经存在了，那么相对而言，这个处理难度比较小的可能性稍微更大点的单音节方位词重叠也就自然而然就会存在这是一个解释。那关于第二条蕴含共性呢？我们看到这个前键和后键之间构成了最小差别对是绝对和非绝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考虑从这个生成的过程去看，而是看这个需要程度。那么我们觉得绝对方位词在闽语地区的需要程度是比较低的，非绝对方位词在这个自然交流当中需要程度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个解释可能是属于语言学外围了，可能是需要考量的，不太严谨。如果待会各位学者有什么更好的意见，可以提供给我参考会更好。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在这个闽语地区啊，它山地多，平原少，口语当中这种两分对立的上下、前后、内外的这种非绝对方位词呢，使用的频率肯定是要比这个四分对立的这种东南西北的绝对方位词要多的。所以说这种可能性比较小的绝对方位词重叠都能够存在了。那么可能性比较大的非绝对方位词重叠就也能够存在，这是我的一个解释。好，那么前面我们介绍完了这个重叠内部结构的这种共性和以及我们对它做了两个方面的解释。
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就看它重叠之后放到这个句子里头会有哪些限制。那么我们发现呢，有一个定止性限制。那么在讨论谜语之前，我还是举这个普通话的例子啊，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所用到的一些定性，自己定义的一些概念。那么我们知道方位词它进入到句子里头啊，跟它组合了是一些名词性成分居多，对吧？它要附在这个名词性成分的后面，或者跟它组合。那么它组合的时候呢，是有几种句法位置。就普通话来讲啊，它这个方位词，它是可以做这个用在这个体词性成分的后面的，比如桌子的上面啊，也可以用在这个体词性成分的前面，比如说上面的桌子。当然也可以同一些指示词啊，或者是指量名啊，构成一种同位语关系啊。当然这里列的是这个双音节方位词的是一种偏正结构。如果是单音节方位词的，可能是没有这种偏正结构，就是一个粘附性的，比如说桌子上这种，当然也是一前一后肯定是没问题的啊，这个是可以就是看得见的，大体上是有这么几种分布的情况。那么跟它组合的这个体词性成分呢，我把它前面的这个这个桌子的上面的桌子，把它叫做参照成分。那么它后面的这个上面的桌子的这种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目标成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桌子的上面，这个上面要定位的话，靠的是桌子，桌子是一个背景，是一种参照。但是反过来，上面的桌子，这个句子里头，11A 里头，这个上面它的参照其实是在语境当中可能省略了，对吧？比如说是某某房间上面的桌子，有可能是这样的，它是一种省略的状态。那么我们会看到，在普通话当中，这个参照成分，它可以是这种光感名词，可以是定止的，也可以是不定止的，它也可以是这种指量名或者是数量名，总之是定止不定止都可以啊。那么这个放在它后面的这种体质性成分，所谓的目标成分呢，它可以是定止不定止都可以，但是对于跟它做同位语的这个那儿呢，或者那个地方呢，这种不管在前面还是后面它都是只能是定止。当然，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惑，那儿的上面是有两种理解的，一个是同位语，一个是偏正结构，对吧？那儿的上面，那么我们这里指的是同位语的这种情况，自己先要需要交代一下。好了，我们会看到普通话当中这个方位词它组合的参照成分和目标成分是没有什么定止性的限制的，但是跟它做同位语的这个标位成分呢是有定止性的限制的。基于这种调查的框架呢，我们再去看谜语，也是把同样的这种位置分布全部把所有的方言都过了一遍所有相关的词项也都过了一遍。当然，因为调查的工作量比较大，我们很多时候在调查的时候只是挑选了每一类方位词当中用的比较多、比较典型的。比如说，相对方位词我们会用表示上的或者下的，这个部位方位词用这个顶啊、底的或者头和尾的。然后这个绝对方位词就挑这个东和西，然后套到一个框架里面去，让那个发言人判断。那么最后呢，我们就得出了很多问卷，就做了一个归纳。我们就会发现，那沿海谜语当中方位词它经过重叠构成叠式之后呢，它不仅仅和它组合的做同位语的这个标位成分必须具有定止性，而且它还要求它前面的参照成分和目标成分也要具备定止性。那么这种定止性在句法层面是有一些表现的。那我这里就介绍我所归纳出来的三种表现。第一种就是对于这个参照成分而言它是可以选择性组合的，目标成分和标位成分也是可以选择性组合的，有这么一类方言，并且这个方位词叠式它是可以独立使用的。比如说这个晋江话的 AAA 它可以说骑顶车就是那辆车喂喂喂有数个农。就那辆车及后面的地方有一个人在这个句子当中，这个参照成分是可以省略的必须是定止的。那么不定止的一顶车就不行这个目标成分也是一样的平行的现象。然后这个标位成分呢是必须是定止的，没有别的放在它后面。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是晋江话这种情况，三类成分都是可选的，但它必须是定止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对于这个参照成分来说，它是可选的，但是目标成分与标位成分呢，必须有一个必须要出现，并且呢，这些成分都是定止的。
那这种情况的例子就是琼海化的方位词重叠，比如说 AA 啊，琼海化里头，老杨坐在那间房子后后的那辆车里啊，就是老杨坐在那间屋子很后面的那辆车里。那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参照成分啊，它是可选择的，加了括号，然后这个目标成分或者说11C 的这个标位成分呢，啊，它是必须要出现的，不能省略的啊，我在外面打了星号啊，这个是方言学界做这个例句的这个啊这个习惯啊，加星号在括号外面表示不可省，好，啊，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呢是这个。叠式强制性的要组合这个标位成分，标位成分就不能缺少啊。但是这个组合这个参照成分或目标成分呢是可选的，而且我们会看到这个标位成分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负罪了。比如雷州话的这个 AA，它是不能单独充当位元的，它必须要先加上一个表示不远不近的这个啊，这个是雷州话的例子。比如说他在那间房子啊来来啊哩哩。啊，那这个啊是不能省的，那前面这个参照成分是可以省的，当然也可以把这个啊哩哩那里后面的这个目标成分啊也可以省略，啊那个啊把也可以再加上进一步的加上一个这个选择性的这个标位成分，这些是可以省略的，但是这个啊这个表示定止的啊是不能省略的，这个就是限制性更强的，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啊这三种情况呢，第一种就是三类都是可选的。第二种呢，就是参照成分可选，剩下的两种必须要有一个出现，不能省。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标位成分是必须选的，就三者当中有一个是必须选的，绝对不能少，限制更强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三类直接组合的成分呢，都必须要是定止的啊。如果是可以省略的，那它也要在语境当中，或者说前文已经出现过，也必须要是定止。总之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定止性限制很强。那么怎么去解释呢？我们用了重叠研究当中的一个语义特征来解释。我们在考虑完所有的这个调查之后呢，我们认为方位词稀释它暗含的是有一种默认的方位常量，这种参照物和目标物距离是有一个常量，但是它重叠之后表达的方位意义呢是有一种增量，啊，是某一种距离上的增量。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个方位增量呢？首先，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看。我们说方位词重叠也是有相似性的，在很多地方很类似于这个形容词的重叠，它反映的就是这个重叠的形式和意义之间有一种同构关系，也就是张敏老师所说的类同物复现啊的认知模式是有体现的。通俗的讲，就是重叠的越多，那它所关联的这两个物体的之间的这种位置关系啊，所谓的目标物和参照物的距离就会越大。比如说这个龙海化，这个 伟仔啊，他站在伟仔等人啊，他站在后面等人啊。如果重叠一次啊，伟仔啊，这个仔可以省啊，他站在很后面的地方等人啊。如果再重叠呢，他站在极后面的地方等人。那这个随着叠的次数增加，这种强化的效果就越强，所反映出来的这个说话人想要表达的这种物理距离就越远。那么基于这个相似性呢，我们会看到方位增量所反映的这个两个物体之间的这个物理距离有所增加，但是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啊，则是这个研者的一种主观认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在看文献和调查当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同的文献呢，它对同个方言点啊，同一个重叠模式的这种同一个词的解释是有不同的程度级差的，它这个注释很不一样。比如说福州话的例例。这个陈立偶很早的文献就提到，他的意思是 the very inside，啊，我把它译为正里面，就是有极处的那种感觉，最中间最正的那种意思。那么郑玉德呢？啊，他的翻译是尽量靠里啊，所以我们会看到陈立偶的这个说法可能是偏向于极性的，那这个郑玉德的说法呢是一个倾向性的，啊，是一种比较极的这种意思。那如果我们再去看。泉州话的这个 喂喂喂哈，它也有不同学者对它的注释不一样。那王建设和张干丽老师，他注释是用了极性程度副词最后面。那高淑芬一位学者，他的注释是很后面。那这就很有意思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吧？
那我在我自己的调查当中也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同一个方言的不同发音人啊，对同样的这种重叠模式也有不同程度极差的解读啊。比如说我的母语的后后就两叠的时候，我有一些发音人问他说，他觉得意思就相当于普通话的很后面，哎，有人又认为就相当于极后面或者最后面啊，甚至是同一个人，有时候你多问他几次，隔两天再让他核实，那他就开始摇摆啊，有时候觉得就是普通话的很后面。有时候又觉得相当于普通话的极后面，啊，这个可选，对吧？那确定不下来。那我们讲这是有一种主观解读在里头，它不是一种物理的这种实质性的这种比较级或者最高级的这种差别。那么我的理解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增量。如果这个方言是有三项对立的，啊，比如说陇海话这种，那我给它的翻译就是 A 很 A 或者是极 A。对吧？没有重叠的时候就是 A，重叠两次就是很 A，三次就是 AAA，那就是极 A。如果有四次的话就是极极 A，我们可以在注释上说明。当然，如果只有两项对立这种方言的话，比如说琼海话，那就只能是 A。那后面的这种重叠到底到什么程度？为了符合这个调查的这种真实情况，那我们的注释只能说是两可，只能是两可。这就回到我前面一开始提到的，为什么要把这个极端、极处和这个强化呀、程度增强，把它放到一块去，不再区分，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要面对的这个方言事实，所以就只好把它放在一块，统称为强化类防卫词重叠。那么基于主观性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这个方位增量它就是反映了言者认为的这两个物体之间的物理距离啊，其实已经超出了听话人印象当中的一般认识，所以他才会去强调。那么我们说方位词基式和叠式之间显著的这种语义差别是在哪里呢？前者呢，就是不重叠的时候，就是纯粹的方位词的时候，它是说侧重在说明物体的这个相对的位置，它并没有说这个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到底是多少啊。如果你非要去表明这个距离的话，那只能是按照一般认识的去体悟，这个听话人去体悟，对吧？那么方位词重叠之后呢，它不仅体现了这个物体之间的位置，而且重点还是在强调这个物体之间的这个距离是比较远的，和你一般认为的那种默认的情况不一样啊。它的这个距离是强调出来的一种主观增量。简而言之呢，这种主观增量和这种非重叠的这种基式表达的这种一般认识的常量之间是构成了一种对比的。那么正是这种对比呢，就要求有这种定止性啊。后面我还会再进一步解释。我们再用例子说一下，他伊卡路哦，伊下路下奥豪，他站在车的后面啊，这个是没有重叠的，只说明了人在车的后面，没有说明人在车多远的地方，只能按照一般的认识去理解，有一个常量。他伊下路下奥豪喽，他站在车很后面那啊，这个时候是位置又说了。并且它重点还是在强调距离，不是位置，是有个主观增量啊，是站在车的后面，并且是比较远的，不是你这个听话人认识当中的一般的情况，是要稍微走得更远一点才能够看到那个人。那么我们说方位增量的三个语义特征之间是有某种衍生关系，从相似性可以衍生出主观性、对比性。那么相似性和主观性呢，在这个重叠当中是比较常见的语义特征。对比性是方位词重叠比较特别的语义特征。我们说，正是由于这种对比性，所以才导致了这种叠式强制要求跟它组合的那些桌子啊、那呀这种体质性成分具备定止性。因为从一般的逻辑角度讲，言者和听者只有就这个默认的常量达成了共识，我这个说话人言者才能向听者强调主观增量。换句话说，双方只有就这两个物体之间的相对位置达成了某一种共识，形成了共同的预期。我和你都知道车和人到底是谁，到底在哪里，那么我才能够进一步去强调这个目标物和参照物之间的这个距离到底已经大到多少程度了，才能可以去表达已经超出你听话人预期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反过来想，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两个物体的位置在双方之间没有达成共识，我就很难说明是哪两个物体的距离有多远，所以我们的这个解释是比较朴素的。那么基于这个逻辑呢，我们就可以说，
由于方位词叠式的指称是依赖参照物或者目标物的指称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将这个跟它组合的这个成分的参照成分和目标成分所表示的这个物体编码出来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定指性的成分去表达。如果不编码出来的话，也就是省略的时候，也要必须能够在这个语片的前文，或者说现场两个人是可以指认的。那么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归纳和解释了这12个代表方言点方位词重叠的共性特征。从重叠的内部结构来看，双音节方位词重叠就蕴含着单音节方位词重叠，绝对方位词重叠就蕴含着非绝对方位词重叠。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标记理论和这个可能性等级去解释这两条蕴含共性。那从外部来看，我们可以总结说，方位词叠式强制要求和它直接组合的体质性成分具备定指性，包括这个它前面的参照成分、后面的目标成分，还有跟它构成同位语关系的标位成分。这种定指性限制呢，是源自方位词重叠语法意义方位增量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对比性，也就是叠式表达的这种距离上的主观增量和基式表达的默认的一般常态下的常量之间的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对比关系如果要成立的话，那这个参照物和目标物的指称成分就必须是定指的。那么本文想再引发一下，就是说我们是基于比较小规模的样本的精细的同类方言的类型学调查研究，归纳的共性特征呢，还有待更多语言事实的检验，因为才只有12个样本，我们不敢把这个结论推演到更多的地方，还有待更多的事实来检验考核。我们想提的一点就是倡导一种中观层面的二级片区的同类方言类型学研究，对这些方言进行精细的调查，而不仅仅是像之前很多研究那样只看到表面的这种形式层面，而且要尤其注意放到句子里头，它可能还有一些隐性的这种限制特征也是属于共性的一种。那么我们相信这种比较细化的研究模式，可能会有效的推动语言类型学研究走向深化，即使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比较耗费时间去调查，而且都是一手材料，但是这种研究模式是值得去尝试的。那么这是我的参考文献，好，谢谢大家的垂听，请各位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